们是儿童社区韵律班。那个我们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六早上9点到10点。那欢迎你们可以带小孩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律动班。那我们现在为大家表演母亲节节目。Thank you.
没有了。好，要看的话，我们八月份我们有一个儿童夏令营啊，我们那时候会有30几个孩子们表演，会更精彩、更漂亮。感谢主啊，真的是孩子们让我们都很欢喜啊。主耶稣说，今天我。